起得。早晨，咁多位美乐同埋蝴蝶嘅街坊，早晨，我系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嗱，我哋派嘅呢张传单咧，系捍卫自由、反国歌法嘅传单。嗱咧，其实好多街坊咧都仲系未太了解咧国歌法对于香港嘅影响。我哋张传单咧系希望能够重点。你好，喂 ，hello， 你好，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嘿，你有呢个？你好，你好，好耐冇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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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晒。哇，你咁忙嘅，你成身都黄粉。我哋咧而家派发紧呢张传单咧，转头同你倾啊，好快。系关于捍卫自由、反国安法嘅传单。嗱，张传单咧最主要嘅系希望能够咧就帮咁多位街坊了解一下国安法对于香港嘅营商环境啦、市场自由。同埋最重要嘅係個人嘅生命同財產嘅危害。咁如果唔太了解嘅朋友咧，可以攞張傳單去了解一下。喺度再次多謝曬咁多位街坊咧，一直以嚟嘅支持。喺呢一個政治嘅風暴底下咧，相信嘅就係咁多位街坊一定會揾到自己嘅方法，係照顧你身邊能夠所能及嘅人。同埋大家最緊要嘅係喺瘟疫過後咧，必須係積極防機。希望大家能够一齐共度时间，亦请大家就支持我哋粤中文。我系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多谢晒各位，多谢晒。赞啊！好多街坊揾我，赞啊！赞啊！赞啊！我听唔听街坊听啊？喂，你而家咧用手电火喎。大家。大家咁多位屯門、咁多位翠耳區嘅街坊，大家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我哋派緊呢張傳單咧，係關於捍衛自由、反國安法嘅傳單嚟嘅。咁咧，好多街坊咧都其實唔太清楚國安法係啲乜嘢啦。呢張傳單咧，重點咧係講三個範疇。第一係香港嘅營商環境啦，我哋嘅市場自由，以及係大家嘅個人財產嘅保障。嗱，如果咁多街坊關於國安法你唔太清晰嘅話咧，唔太知道係乜咧，可以攞張傳單了解一下。喺度咧，再次多謝曬咁多街坊嘅支持。嗱，我哋都好相信咧，大家係可以揾到大家嘅方法，係去互相扶持。最重要的是找到大家是理念相同的人一起共度时间。在这个政治风暴底下呢，你好，多谢晒。在这个政治风暴底下呢，我们希望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去找到一个积谷防饥，大家一起去能够小心过马路啊，能够互相扶持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公民。我是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好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多谢晒。你好，有鬼啊喂，所以比较紧张喺个十字路口位。大家咁多位屯门嘅街坊，大家好，我是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嗱，我哋而家派嘅呢张传单咧，系关于捍卫自由、反国安法嘅传单。咁咧，相信好多街坊咧都唔太清楚，咁啊，究竟國安法係啲乜嘢啦？呢張傳單主要係集中去講到香港嘅營商環境、市場自由以及係個人財產嘅保障相關嘅問題。如果唔太清楚國安法對於香港嘅危害帶嚟嘅影響嘅朋友咧，可以攞張大家參考一下。響度好多謝咁多位街坊一直以嚟對我哋嘅支持。我哋都相信嘅就系大家一定会揾到你哋嘅方法，大家能所去照顾、去互及嘅方法，系保障你身边嘅人同事。最紧要嘅就系喺呢一个政治风暴底下咧，大家系可以揾到理念相同嘅人，一齐互相扶持，我哋一齐共度时间。我系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好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对热血公民嘅支持，多谢晒。